周星驰近照曝光，与朋友大聊科技。近日，一位微博名为赵明的网友在微博中晒出一张和周星驰的合影。该网友表示，当时是和星爷一起吃饭，周星驰和他竟然聊了两个小时的科技和人工智能，并表示星爷的科学素养非常好，很多问题都极有深度。我们能从该网友的照片中看到，周星驰当时身穿一件白色外套，头戴一顶鸭舌帽，头发似乎比之前又白了许多，整个人看上去有些憔悴，但是并不影响周星驰和朋友的深聊话题。两个人就科技和人工智能话题探讨了两个小时，可见对于科技领域，周星驰也有涉猎钻研，能够对这一话题有两个小时的深度讨论，也能看出周星驰对这一板块的兴趣。不过看到这里，不少网友就可以猜测，难道星爷这是不在娱乐圈内做导演，要进军人工智能领域了吗？充满时尚、自信、绅士的精髓，干净利落的剪裁，随性慵懒的元素，简单即经典。时尚百搭，简约的点睛之笔，精致考究，碰撞出青春无敌。修身简约，简单撞色的元素是今年大火的一种风格。